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马赛克英雄。好，那旭哥这一集攻略要讲这个最强的金色神装的养成啊，把这个金色神装养上去，可以大幅提升战力，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命攻击，还有很多的它的像是暴击率啊，提高输出，提高伤害值。那怎么养成呢？这一攻略旭哥会详细的教大家。还有这游戏呢，周末啊最新的礼包嘛，最新的福利也在这一集攻略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完啊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嘛、礼品嘛、兑换嘛、游戏的续保需要独家最新。那旭哥有设置这个旭哥手游攻略的这个马赛克英雄专区，这边有各种马赛克英雄的攻略都放在这边，各种最新的福利攻略转蛋。好，那之前攻略有教大家可以免费入手这个金色的传说神装嘛，像旭哥已经拿到这个金色的破晓圣辉日之戒了嘛，之前攻略有分享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攻略，在频道就有。然后呢，这个话它有等级的上限，像目前是100级嘛，那我们可以透过呢强化，再把它更上一层楼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强化一下。它需要金链，那金链的话就需要这个入门金链材料。那这个呢，可以去这个遗迹商店购买。欢迎光临，请随意挑选。这边有这个金链材料，那我们就买个10个。接下来回去就可以把它金链上去了，可以大幅的强化我们的战力啊。来，有没有？它就可以上去，等级上限提高，然后攻击力也会提高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把这个材料灌给这个诅咒之刺啊，灌好灌满啊，那它的战力就大幅提升了。做一个输出角，就是透过这个来养成。那其他还有像是一般的强化，然后像是这个身心，身心就是。抽到很多这个破晓圣辉的日之戒的碎片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升星，就一星啊变成二星这样。那它总共可以升到5星，其实蛮难的啦，因为这个拿到100个都不太容易，所以要慢慢拿。好，然后之后这个装备二星之后，还会开启这个铸魂，所以它有很多可以提升战力的步骤啊，来养这个装备。好，那在神域啊的右下角有一个无尽之海。那无尽之海的最下面呢，有一个失落遗迹，这边就是拿金色神装很好的方式嘛。旭哥之前攻略有讲过，透过这个拿金色神装的碎片，还有这个金色装备资源，用商店去换，这个是最稳定可以拿到。以无氪玩家或是你不管是氪长无氪啊，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，最稳定的方式。然后这个像是刚刚讲过嘛，这个金链的材料啊。大师经验啊，神将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换这样。好，那以像无氪旭哥的话，应该是优先啊，优先换这个金色装备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这个可以大幅提升装备的能力。那装备呢，为什么要多用几件呢？因为它其实是有套装的效果。像我们点进来看，像这个破晓圣辉日之戒呢，它只要套装的话呢，会有裁决的效果，就是穿两件。那四件的话会有再增加神威的效果，裁决是可以提升 10% 的攻击力和 10% 的暴击，非常棒啊，对这种输出型的角色很重要。那神威的时候呢，是对敌人造成暴击啊，还会有 10% 提升自身 100% 的伤害，直接提升 100%， 这太猛了，一回合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专门为输出型角色装备的，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。这个破晓圣辉的这个套装非常神，提升 100% 的伤害是非常高的啊，然后还可以提高攻击力啊、暴击，所以这个非常好的装备，基本上就是要装四件，装一整套才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效果。好，那这个金色神装的攻略呢，就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都是限时福利，所以大家记得要赶快去领取啊！这个游戏的福利都是限时的。那我们首先点左上角的人头，点进来之后点画面右下角的兑换码，那点进来在画面中间呢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Z23CC2，
Z23CC2 啊，领取。这个有金币、经验值，还有转蛋券。好，接下来输入 WACKYBOYS69。WACKYBOYS69，接下来按兑换领取。这个有转蛋券届时还有0104啊，领取。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200届时加金币。我们就来输入最新的 MY0104啊，领取。那这可以拿到转蛋券，然后届时还有金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YT0104 啊，领取。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然后届时还有金币。HERO666啊，领取。兑换成功有200K 的金币，将五个转蛋券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BRIGHT0104， BRIGHT0104 按领取。这个有两个转蛋券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K70104， K70104 按领取。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200个这个届时还有金币。FKZJ0104， FKZJ0104 按领取。就有这个很多经验值啊，然后金币，还有500个届时啊 ，NEWHERO， 那大小写大家注意一下 ，NEWHERO 按领取，又有这个500K 的金币，然后200K 的这个经验。好，那么输入这个 NEWFUN， 那大家注意一下大小写 ，NEWFUN 按这个领取。显示兑换成功，哇，全套的一星装啊，爽！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NEWSTART 一样注意一下大小写，按领取。哇，300钻加转蛋券加这个，哇，月辉石、月辉占星石啊，这个超爽的福利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PIXELHERO。PIXELHERO 按领取，哇！你到这个转蛋券加上这个哇，100个灵魂结晶啊！好，那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福利，福利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往这个右边滑，滑到最右上角这边有邀请礼包，大家这边只要输入这个好友的邀请码呢，就可以拿到这个500钻石。加这个10个转蛋券啊，然后这个五星神角，这个可以免费入手一只五星超赞，还有这个100。好，那大家可以输入旭哥的邀请码，那你开服的话就可以领到很多的奖励，像是钻石啊、转蛋券啊、五星角这些很棒的福利，爽爽的领起来，对你的开局呢非常有帮助。那旭哥的邀请码呢是3691D6AFC0AC， 3691。D6AFC0AC， 这个旭哥邀请码在画面的这个左上方， 3691D6AFC0AC。 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录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都在旭哥的频道。